你怎么了？又被家人骂？就和我家人不准我玩电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昨晚才玩两个小时嘛。哈，两个小时啊？对啊，因为那个游戏真的很好玩嘛。玩电脑的时间，家人也很放心，这样我也不会每天玩那么久的电脑。会忍不住一直玩下去，因为要闯关中间不会想停下来，只好再延一点点时间。不过我已经开始注意，一次不会玩太久。